身上怎么这么多鸡皮疙瘩？老公都嫌弃我了。哎，你俩别睡了，你俩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在这太影响我整个了。你扒黑了，已经黑走了。我和兄弟都在这当多少年钉子户了？嗯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不找人收拾你们两个。大哥，就是他们两个跟我气儿扒的，赶紧把他们俩收拾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找谁也没有用，这东西我们见多了，这地方现在就是我们兄弟的了。哦呦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今天就专门收拾你这钉子户，想收拾我的人多了，你还老几呀？我可是二营务水阳村马上主，我这里面可是有2%的复合酸和双冻植物颗粒，是专门去除你们这些鸡皮和顽固性角质的。老弟啊，这是草率啊，遇到对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